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好久不见了。自从 COVID-19 过后，我们就没有录制。那么这是我们 COVID-19 过后的第一支介绍新的发展项目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 Woodleigh 这个地方，也就是 Bidadari。那么 Bidadari 据说以前就是一个坟场 ，OK？ 那么很多人就担心说，到底在坟地的旧址住的话，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阴的一些东西？其实不会的。那么风水其实是源自阴宅风水，也就是说以前的人他们有那种所谓的孝道，就他们要为祖先找一个最好的那个风水位让他们长眠。所以其实阴地或者是坟地风水的地方都是好的风水的，所以居住在这边的朋友们不用太大的一个担心 OK。那么当然这边毕竟还是以前是坟场，那么我会建议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家中尽量的给它保持的比较通风，还有比较亮一些。那么这边有一些蛮不错的方向，那么向南向北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为大家所推荐的。那么这边也是有蛮多的屋子，那么单位是向南或者是向北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一一的介绍。OK，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一下这边的屋子风水吧。